迎收看 Live 神好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唐唐。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要挑选一台品质比较好的空气清净机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它的价格一定是蛮高的，就是价钱应该会蛮贵的。还有第二点呢，它的声音应该会是非常非常的大声。第三点，声音大声之外，那就会带来可能会很耗电。但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台就是我们这一台的科威旗舰环绿型的空气清净机呢，直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来看一下它的滤网有几层呢？而且它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其实家中我知道，可能爸爸妈妈啊都会有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嘛，那可能会想说，哇，如果小朋友跑来跑去，突然把这个拔开来怎么办？会不会有一些触电的危险？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一打开来之后，它是直接会立刻断电的，非常的智能。再来可以看到，首先里面这个，我们这一台呢，里面呢、它是有四道的，有滤网。那首先第一个是前置可水洗的滤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看我这样拿起来，哦天哪，我都不敢靠它太近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上面那个灰尘啊，全部都在上面，而且是非常大一片。这一层就不是耗材，因为呢，你们就是大概每两周到一个月就拿出来水洗冲过，然后把它晾干就 OK 了。这一层就是我们的活性炭滤网，最主要就是可以除掉那一些异味啊、臭味的。这一层就是活性炭滤网，那这一层滤网呢，大概是每半年更换一次就 OK 了。这个就是耗材，但是每半年才需要做更换一次。第三层这一个，哦天哪，这一层非常的重要，这一层就是我们的 HEPA 滤网。你们知道这层滤网有多重要吗？因为啊，它是可以清除我们那一些悬浮微粒呀、花粉啊那一些，这个就真的是空气清新机当中最重要的一层了。你们看这一层超级可怕的，你们应该可能没有办法比较，对不对？来，我直接请小编给我看一个，这个是新的，这个是旧的，你们看差别是不是很大？三项认证要来给大家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哪三项国际认证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有英国过敏协会的认证，还有第二个是美国能源之星节能认证，以及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家电制造商协会性能的认证。我们的面板其实非常的简单明亮，然后也是非常好操作的。首先第一个，这个最左边的就是开关键，对，然后它有小小的声音，小小的音乐。再来呢，首先左前方第一个，这个是风速，回到家睡觉是非常重要的，品质要把关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节能模式，就是静音模式，分贝只有24.4。那其实平常我们在图书馆的分贝是30分贝，就真的是比图书馆的声音还要来得更安静。负离子清净，以及还有一个定时功能，滤网更换指示，大家还记得吗？它上面有特别写 HEPA 滤网或者是除臭滤网。我刚刚有特别跟大家强调，我们的那个滤网有分活性炭滤网，活性炭滤网就是这个除臭的滤网。那这个滤网呢，当它亮灯的时候，就提醒你说，我们的滤网需要做更换喽。所以基本上每半年才会亮一次这个除臭滤网的灯，那每一年才会亮一次这个 HEPA 滤网的这个灯。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这个空气品质监测，这个也是非常智慧的，因为这一个呢，它就是会亮，它只有三个颜色的灯。第一个高强度污染的话，就是会亮红灯。亮红灯的时候，你就会记得赶快把它打开来，它就会自动感应到。第二个呢，它越来越干净的时候，就会变中度污染，会亮紫色的灯。那最干净的时候，就会亮现在这个蓝色的灯。再跟大家强调它的三项特点：第一个就是抗敏，第二个呢，它就是有智慧节能模式，以及第三点，它是有静音的模式，可以让大家就是真的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因为空气清新机的声音比较大声啊，而影响到自己的睡眠。那怎么样子购买呢？你们就是点进我们荧幕的右上方，有个这个 QR code， 把它扫描进去就可以做下单。那也是一样，要持续锁定我们每周三的 Live 声好看，我们下次见，拜拜。